显示屏线在这里，视频、摄像头、摄像头开关打开，图像出来了。这个开关是切换灯光的，看一下，白光亮，红外亮，白光加红外亮，关掉。给我们打到白光，打到白光。这个开关调节灯光大小，这个开关小一点，小一点，大，这个小，然后我们打到红外，打到红外加白光，关掉，立马来拔掉。